我今天就替你母后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来人，，恒儿，怎么办？你还没走，我就开始想你了。你这一走一个月，回来可就见不到我了。为什么？相思成疾，无药可医。那……哎呀，逗你的。你借这个机会出去转转也好，不能老让我想你啊，也让你想想我。我不知道你们要毁誉丁香做什么，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认为你能有胜算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哎呀，看来是有杀手锏了。等等，你是为了公孙墨来的？